家好，我是阿依诺尔。大家都吃过馕，但是流水线是姓陈的馕，大家知道吗？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。曾经在我们新疆大馕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，馕坑里的高温让人满头大汗，特别是在夏天太热了。但是现在有了自动烤馕机器就行了，这样的大馕生前线只有几个人就可以达到三四个馕坑的产量，干净卫生又好吃。的新疆是什么样的呢？欢迎来到新疆，大米新疆，欢迎您。